八点已经八点了。哦，已经八点了。开。好。开。我来了。开，你开。开起来。哎呦。开起来。有热。起来。哎，人在外面。又在外面。哎。自己过来。八八八八啦，八点了。你刚是打几下班要打太久了是吗？直接 Q 了。又要回血。我准备帮你打指令的时候，空手太累了。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新的小品的 PVP 地图，叫做《枭刺战士》。这张地图顾名思义，我们要用枭刺来进行各种的决战。他要一直飞来飞去，他的任务的目标呢是要取得原木，要取得150个原木的那一方，或是那一个人就会获胜。鞘刺，鞘刺，鞘刺，鞘起来是不是？对对，鞘起来，鞘起来，鞘起来，好，鞘起来，鞘起来，鞘，鞘，鞘刺战士，取得原木。然后这个地图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可是它指令。有一点 weak， 有一点少，所以他呢，你没办法知道对方或者是自己已经取得了多少的原木的分数。嗯，对。那而且他呢是死掉会喷装，你捡别人的原木不算哦，是一定他的计算是你要自己砍的。哦，所以不知道他的那个计算会显示在，他没有显示啊，他就是没有显示，所以反正就一直挖就对了，对，就一直砍就对了。嗯，然后在地图里面是生存模式，所以你可以砍，就是空手打原木，然后去打石头，自己去做个石斧会砍比较快。嗯 ，OK。好，然后如果死掉的话，会回到这个大厅。好、okay. ，所以你要自己再回到你的颜色，然后下去重新一波。哦，哦，那如果团队的话，那分数会重计吗？团队的话，我猜他的分数应该也是个人的算。我猜啦、啊、我猜对，然后他就算团队的话也是会有同队的 PVP 的伤害，就是一个没有队友的概念。你才没有队友。这边他有写啊，你可以稍微用这种方式来知道自己获得多少原木，比方说30个原木有力量3、50个就有钻石裤子、80个就有什么，100个就有什么，可以用这个勉勉强强知道。但是因为死了会喷装，死了会不会重新计算原木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完了就不好了吧。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它的 tape 啊 ，tape 不是有很多数字吗？我自己是最大，我自己测试感觉它数字是你自己的方位、高度啊，或者是方位。因为等一下呢，会是在有没有这边可以微微看到一个很巨大的树，所以大家可能会在上面打，也有可能在下面打。嗯，那你可以透过 tape 来大概估计估算对方的高度在哪里，嗯，好不好？会不会是自己飞行时间啊？飞行时间没有，就是鞘刺的飞啊，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会给你烟火。我说上面 tape 上面是不是飞行时间、欸？因为用跳的话会一直增加、欸，哎，你就冲用冲的跳会加、欸。滞空的时间是滞空的时间啊，对吧、啊？看起来感觉很像，又好像是、欸。哦，因为他自空一段时间会获得东西，嗯嗯，那要找人怎么找我就不知道了。对，那、啊、右边的碳呢，也只是一个基础的倒数啊，因为它就是每隔15秒会有烟火和面包，30秒会有一支箭。嗯、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完了就知道。那还有一点就是遇到水的时候就会直接传回来。他虽然算是输啦，我们就算是可以一直复活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可以一直复活，嗯、没关系。自空时间20000就归零哎、欸，因为20000就可以获得它的效果啊。哦，会获得飞剑药水和铁锭。好，啊，这样子没问题。那一开始我们觉得也不用分房间，我们就都来玩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开始先个人赛啊，了解一下地图。然后呢？哎，还有一个特别的、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数到三在一起点后面的暗池游玩，嗯、因为他一进去就直接到那里了。嗯、好好好好，非常的简单暴力的游戏。嗯，哇，GG都没了，那红色3倍速。
好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那就来三二一 ，Go Go！进去喽，然后有了，没敲字啊，有有背上有背上装在身上，装在身上，装在身上，装在身上了。可是我肚子饿了，所以先要干嘛？打原木，他的目标就是打巧克力，150打巧克力，打巧克力，打巧克力，打他就对了，啊、打他就对了。然后还有特别，他有这个打下去了，雪人，雪人打死会有那个，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雪人打死会有什么？会有那个雪球。他雪球会召唤雷电，不要！我捡到别人的鞘刺了。对，死了会喷装。好，小雨，不要！喂，下面是有人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呀！谁？你干什么？回到指令区了？哪来的？哪来的？喂！我整个回到指令区了。对，我到指令区了。等一下，这几再回去自己的颜色。我看别人的头上会有一个数字哎、欸。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下去啦！我掉下雪球嘛。可以通过别人的头上看到他现在是拿了多少原木。哦，自己看不到。头上对，像刚刚你有两个，你有三个了，可是你怎么要归零哦？你归零了。哦，这样会归零，它不是累计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跑到外面来了。那也太难了、啊，到一分。自己创造回来，自己创造回来。太多了吧？那、哦，有人在里面吗？这个游戏好难哦。我叫里面，就在战场里。我还在里面、啊。我在战场里。啊哈！哎呦呦！哎，刚刚先别打，你看我头上几分？哎，你死了吗？在哪里？你看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。你头上烧起来了。我没有啊，树烧起来了。所以。打别人获得的原木不算，一定要自己获得。哦，然后刚刚，怎样？要刚刚要归零了，是不是会？没有没有没有归零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no， 我什么输了？怎么你输了？因为你碰到水了。啊、我没有哎、欸，我在树上哎、欸。啊？哎、欸，嗯，可是没有人获胜吧？嗯、啊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的原木，欸、我的鞘刺嘞。那你在哪？我在树旁边。然后你现在你显示你输了，然后你跑到哪？我在树旁边。你在树旁边、欸？我在当。我显示你输了、欸。我在当蚕、欸。为什么树烧起来了？说不定我 TP 到你那里，说不定它只是一个假的啊，假讯息。我连武器都没了、欸。你是一哎、欸，你分数是一而已。嗯。哇塞。想干什么？所以有问题是不是？不然我们就重开地图看看。好啊。为什么树着火了？有可能它的虫子有问题。我着地了，可是我还在飘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就是一个小品，简单暴力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知道怎么玩。我们重开地图再来一波。小品，你看到我吗？你怎么还在飘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飘的？这好难。重新来。为什么我有三个烟火？重新再来一波。来来来。是巧克力关的吗？而且游戏崩溃，重新来一波，重新来一波。对，你闻，敞开，敞开，因为输了。对啊，莫名其妙的。他居然不是写伺服器连线中断，而是写游戏已崩溃。游戏，我直接整个淡掉。可能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死太多了，他伺服器承受不住了。嗯，太神奇了。我觉得他指令再多精细一点就更完美了。嗯。还好，我们今天人不多，这样刚刚好。来，可以冲新年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啊，这次换红色啊。进来了。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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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各自站好自己的颜色哦。就各位。白的圣骑士。啊。那个还有人在上面低头思故乡啊！来哦，三二一 ，Go Go Go！ 所以打原木，这样子一直被掠夺走也太难了。所以要找一个好位置啊 ！No No， 小雨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哦哟！躲起来！啊打！没事没事。刚刚下来，我接住你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是这个雪人打的，到底要干嘛？有雪球啊！哦，那个雪球会有那个雷电，召唤雷电。我有看那个影片，它是闪电球。我看到雷电了。闪电球，那我玩玩看。
丢出去，他就会喊出闪电，闪电。电哦，我们被电死哦！你真的电死人啊！好电哦，好电哦！哦，我有灵犬哦，好可怕！哈哈，好电哦！太电了吧？我怎么用烟火没有用啊？哦，有了！等一下，闪电！好电！我起来了！好刺激！烧起来了！树又烧起来了！树被烧起来，树被打到烧起来，树被电劈都会烧起来啊！加油！电电，超多，声音好大声哦！打雷有规律吗？你说他打雷这样有规律吗？刚谁谁抖？莫名其妙，谁抖我？多会雷几下，我们可能就知道了。我的抖内坏掉了，刚谁抖我？那我被自己的雷电死的啊！哇，你被雷死了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被雷哦，被雷死了！那你怎么弄雷？啊，我输给，我输给，烧死了！我被输给烧死了！哎、欸，完蛋，我跟刚云月一样，我还在飞。你刚你卡住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把鞘翅拿下来就好，然后你就多一个鞘翅。越来越多的鞘翅、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抖内坏电话掉啊。啊，好好找画面。你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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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到自己获得多少元素，很垃圾。真的看不到啊！而且很好奇，说他放出来那个砍可不可以？无限起源木吗？对啊，你就不用一直砍来砍去，有没有？你哦，可以接受哦。我要跟你们说，可以做木斧啊！我有做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一开始有说哦。你还可以做石斧呢。有没有铁斧就不知道了，要想办法收集到铁吧。我怎么就跑外面了？说不定也没有。我知道你可以烧掉自己的铁剑，那你要烧好几把才能做一个铁斧、欸欸？要烧27把，可能比赛都比完了。而且你还要准备熔炉，然后被人家打死，铁斧就喷你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真是坏人呢、欸，抢石头！哇哇，打起来了！石器时代，这个坏人，为什么烟火没有用？你想干嘛？干嘛？走开！你想干嘛？我吃东西而已，你干嘛？烟火、啊，不要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放火！屁啦！我又被电到了！你电死自己哦，你白痴、啊！差点哎、欸，小颗粒小心哦，火烧起来喽！我们听到火的声音了。什么烟火没用啊？对啊，你那边已经烧起来，你还玩啊？我要啊，我要啊！烧起来还要玩？我当然还要玩啊！他没有给食物吗？我好饿哦！有啊，每隔一点就给啊！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！你是太会吃了吧？收起来啊！救命哦！哦，所以反正你刚没看我头上多少？没有，有看到数字，没看到多少。我的数字不得了喽、哎！然后过去让你归零喽！别，归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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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归零归零归零！哎，树快烧光光了啦！我要烧掉巧克力那一块。这是打雷，然后打到树上面，然后就开始烧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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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火的声音很可怕、欸，就恐怖哎、欸，很烧。